黑熊大摇大摆地来到水边饮水。其实一头更大的猛兽提前就霸占了水塘。孟加拉湖，黑熊浑然不知，突然的遭遇，两大猛兽都非常错愕。当然，老虎率先发出警告，黑熊更是没有犹豫，他突然掉头快速出发，避免同老虎发生冲突，这才是黑熊的明智之举。